我跟你讲，现在在公审哦，你们的画图的能力现在都在公审哦。不用不用不用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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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这很简单啊，不知道。哎，刚是我播广告，我刚刚突然出现我跳什么 0.02， 现在在公审时间哦，现在是由这位琪琪吗？琪琪在画，这是什么啦？等下这个 user 1985是谁啊？可不可以去改把名字改那个啊？等下我想哦，你们这个房间是公开还是私人？如果私人的话比较好吧，那公开不知道谁是谁，不能公审。你看像这个就很明显黑箱啊，有没有？不会是这个吧？不是啊，靠！怎么可？我刚本来是想说是牙圈，觉得把它擦掉变成黄色，我就没擦牙圈了。哈，我不该犹豫的。没有，现在就是你们让我进来玩，我就现在公审大家。好，猜着，脚，这是脚对不对？哈？这是什么啦？啊！哦，这个吗？干！你们不准看哦！你们这群人不准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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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准看！你们看不到，你们看不到，你们看不到，你们看不到。哎，还好啦，我的台有30秒延迟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险有延迟，没差啦，脚都是，看屁，不是欸。算是什么？啊！不是念墨吗？可恶！妈来，还是墨还是墨啦！我找到了，你要不要用色块遮住？不用啊，我用这个遮就好了。感谢超级留言，哦，答案区哦，答案区的话换这个啊，轻松是不啦不啦，不行不行，你回去你回去你回去，然后
这个要往下，然后这个，噔噔，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这什么？有东西叫泡泡鱼哦。那我改一下这个。感谢超级留言，小一点点。水滴鱼，你不会画水滴鱼？看谁画的？捕鼠器，你觉得我还是念出来没差？有延迟，有延迟，没差。谁说我没看到？妈的，有延迟，我看不到你。猛的呢，所以这是公开的嘛，对不对？马铃薯、洋芋、大便，没有啊！如果真的要画魔物，我有一题是魔物，有个题组是魔物猎人啊，可是你都没玩，就很难过啊。我在找 BGM 吗？没有啊，好像是公开，抱歉，没关系啊，之后再换，之后再换。教主遮不住，遮什么遮不住？可以啊，这遮得住啦。这怎么打啦？屁啦！你们还是看得到啊，开始可以选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太夸张了哦！
那个猜到的在看台啊。分享那边怎么用？这样子我就不用遮了啊。静安安，要怎么用啊？可是，等一下。我要再把这个静音欸，不然等一下声音又爆大声。等一下这游戏还没关掉欸，退出游戏。上面好像有吧，我上面是什么？感谢您的游玩语言，特别感谢名单协助我们这个东西。那个声音图示旁边有个分享，声音图示旁边有个分享哦，真的哎，哦，真的哎，隐藏你的提示，哦，有，出来了出来了，离开。白痴哦、喔，这个只是，这个是，这个我不能画图啊。然后你看哦、喔，这个是，这个是应该说什么？这个是要让观众看的画面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我连作答都没有的地方，懂吗？不是这个啦，游玩。拜木哦。这个要用双萤幕，可是双萤幕我就很GG呢。确认分享邀请朋友实况设定，所以除非我就是我视窗，我现在是视窗截取不太会，要怎么讲？好，我是顺便的，因为我现在这个是分那个截取是显示器，所以如果要的话，我要先。视窗截取一个，视窗截取吗？网画材新增来源，然后这是啥小，然后综合这个。
你看到这个画面，其实这我已经截取视窗了，可是它没有用，所以你们那天一直叫我玩奇乐奇乐奇乐，就我不能玩，就是因为我无法截取视窗了。我现在这个就是视窗啊，我是用视窗模式哦。所以我没办法截取啊，所以你们那边一直跟我讲奇乐奇半天，我就说不能截，就没办法截取视窗哦。因为我你们现在看这个画面是我第一个萤幕，那 OBS 放在第二个萤幕，懂吗？如果我要玩的话，我这样 OBS 又放在这边，然后你们那时候一直问我说怎么看到聊天室，你看这个是我的 OBS， 然后你们聊天室会在显示在这边。然后你那边一直哦半天，不哦半天啊，那个七半天。没有，不是你们的问题，是这个 OBS 真的很好用，只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显示东西就怪怪的。你看，然后这个又看不到。自动截取任何程式，好的，截取特定视窗，然后嘞，综合就没办法截取到这个啊，没办法截取到 Microsoft。很麻烦啊，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，所以我画猜就是只能防人家 Ghost 啊，决定。懂了吧？或者是房间，什么房间？食物综合咯，宝可梦，不是魔物猎人吗？魔物猎人，魔物猎人，魔物猎人，魔物猎人在哪里？当个创世神，卡通英雄联盟，当个创世神。欸，魔物猎人是哪一个啊？忘记了。好啦，看来这个不适合我玩了。就大家不要看啊，很难。我相信，你看刚刚那个情况下，我才画个脸颊，画个眼镜而已，马上猜到那两个字，还两个人同时猜欸。你看这多难，多难办到啊！真是神猜欸。浏览器要停用硬件加速才可以截取，但 OBS 可以直接加一个网站上去，比如叫浏览器。浏览器硬件加速要怎么取消？感谢你的十块，不不，十颗星星。没有，不是啊，只能绑裙子。浏览器要停用硬件加速才可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没关系，我们先开麦快，不然没有画面。我们再把这个改回麦快，然
然后我们继续挂着，假装自己有做事情。是指 OBS 可以贴完，不是，就是我以前玩画猜啊，就荧幕截取都没问题啊。可是我就换了这个 OBS， 不知道为什么截取那个浏览器画面会全黑啊。我去爬文看看哈，因为电脑系统什么东西，我就是最不会这种东西了。停用硬件加靠摇，停用硬件。键加速，Windows 时硬体加速关闭方法 ，Windows 加 R 键，搜寻 REGEDIT， 确定。然后嘞，打开 EQLOC 这个，安安，哇，好麻烦哦！哎呀。矿吗？打什么停用加速吗？可是我看到文章说什么，你停用之后网络变很卡是吗？他说停用还是什么浏览器会越来越慢。不然就真的只能显示器截取而已啊，就整个截取我的桌面。截取我的桌面。哎呀，看光光了，这样子。对啊，这是我唯一想到的方法，其他方法我就想不到啦。看光光了，那个资料夹还好，那个资料夹是琴谱的而已。简谱资料夹看光光有什么屁用呢、啊？你们真的是很奇怪呢。简谱有什么好看光的啦？又不是什么不能看的。
喵喵喵喵屁呀、啊！看火药水，红石加长。谁？谁在叫？等我一息，等我一下吗？赖吗？问一下有什么赖哦？还是佛西想玩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就不知道玩什么啊。现在就是不知道玩什么。啊，你这王子又是什么东西？看一下哦。什么什么置顶留言，我复制错了，白痴哦、喔！游玩，不是，而且刚刚那个是。看台的人是观众啊，观众进来猜的啊，不可能是路人，路人怎么会来看我的台，对吧？哦，北七哦，确认。等一下，这一次的题目又是什么鬼东西？北七兄是啥小？所以这时候我才会说，我需要第三个萤幕啊。是啊，所以用 OBS 浏览器功能可以把网址放上去，新增来源。好，有这东西哦，看一下哦。浏览器来源确定，新增来源。花菜，可是我上次贴这个，它竟然给我跳广告出来，完成。你看，它跳这个，但是我已经开始游戏了，它知道怎么调啊？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已经新增这个是新的浏览器，可是我已经在玩了，但是它我要怎么点那个里面的小视窗来聊天？不是聊天啊，就是设定的东西。我那天什么都试过了、啊，移除，确定。没关系啊，我这个之后再研究啦。每次都这样讲，可是我真的好没时间研究、喔。你知道刚刚那个画面就等于是我要在 OBS 里面玩画猜，而不是说 OBS 截取画猜的画面给我玩，懂意思吗？他是要我在 OBS 里面打我的 ID， 然后开始游玩游戏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OBS 那么烦。浏览器，新增，画材，新增来源，来，我们再新增一次哈，看好、喔，我贴网址上去，完成，好笑、欸。然后重点是，看哦，我移到这边，我根本点不到它，而且它是直接在 OBS 上的啊。有人看，有没有看到？它是直接在 OBS 上的，我根本打不了字啊。
等一下哦，直接用 live 模式给观众看的哦，对吼，哎，对耶，滤镜属性，我懂你意思了，完成，这样子，哦，哦，16000900。完成。哎，换我了，还是有啊？啊，双声道，所以没问题了，没问题了，没问题了。哦，所以这样解决了，哎，感谢，那个好棒哦，就缺你这种观众。哦，那我这样子啊，以后我看那个看影片就可以用这个了，应该吧。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以后看影片也可以用这样子吗？性完成。声音好大声哦、喔、！OK， 关掉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！然后对齐，慢慢拉，好难拉哦。好，这样，好，我回来了。开启混音装置。啊，不是静音了吗？啊，声音怎么还那么大、啊？哪边来的？嘿。都是的，不会从 OBS 发出来的声音吧？
啊，我把分类改回去了啦，气死哦。G A R T I C 更新资讯。对，我把我哦，刚刚的声音好大声。开启混音装置。OBS。好。哎呦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！来自 OBS 的攻击。好了，之后你们哎、欸，这样可是这样，我知道要调回来，因为这样子不调回来的话，你们那个抖内我的音效都会变很